我是杨聪董干朝，今天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绝招杨聪一式。首先，我们来到球以后，不要着急进攻，做一些试探步，然后让防守人跟着你的脚步移动。这时候重心不用压得太低，要先迷惑一下他，让他放松警惕性，然后突然，又顺步以后急停，做一个in跟out拜佛。这时候防守人重心有变化，就在他。 变化这一瞬间往前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拜佛的脚步是怎么样。当你顺步下球以后，右脚先急停，然后左脚接上 in and out 拜佛的动作，手一定不能碰到球，因为这样就二次运球了。自己练的时候手不要碰到球，然后还有眼睛一开始是不看篮筐的，停住的时候再看向篮筐，同时配合做 in and out， 这点很重要，因为一个逼真的投篮，会比你做一些很多。 逼真的动作更好。